我想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哦，跟你分享这件事情，就是这边有一个表格，这边有一个表格，Word 文件里面最多的是图片啊、表格啊、标题字嘛。请问有没有可能把内容文字传送给简报？不可能，简报都是在讲那个内容文字。就是我们可以用说话的方式去讲那些内容文字，好。可是我现在我就想要教你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这一份文件，这一个文件里面会有表格，这是 Word 文件会有一个表格，表格的内容能不能去，就是说，例如说放到我们的 PowerPoint 去？可是 Word 文件要是修改内容，PowerPoint 的那边要跟着修改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好，你大概先看一下这个 Word 的表格，然后点它，点它是什么？全部的意思，把整个表格都选举起来。你现在这样子选，算不算选到整个表格？不算，这边都没有选到。好，点选这一个图示，代表选到整个表格，复制，复制哦。然后接下来到 PowerPoint 的这边，好，假设我现在新增加一张投影片好了，在这个地方哦，在游标，因为表格东西不可能贴在标题，一定是贴在内容这边，所以直接点选这边的贴上，常用贴上里面有一个叫选择性贴上，那请问右键有看到选择性贴上吗？这边有没有看到选择性贴上？没有哦，我特别提醒你哦，因为有些同学他会习惯用右键，这也是微软公司他没有考虑到的地方。其实选择性贴上真的蛮实用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选这个贴上底下的选择性贴上，而且贴上一定要贴上连接。一定要贴上连接，意思就是说，没有这个连接的话，那个 Word 文件改变，这边简报不会跟着改。好，就是这个贴上连接，然后点选确定。我们现在先回去刚刚那边观看，例如说，刚刚这一个 Word，这边是不是有看到那个空白文件？空白文件。例如说，假设我增加两个字，空白文件制作，好，我现在是不是输入了空白文件制作？然后接下来我们回去看 PowerPoint 的这边，有看到吗？空白文件制作。当然，你记得这个 Word 文件如果储存，然后简报文件储存。那 Word 文件那一个表格修改，简报这边就跟着修改。请问我现在是教复制贴上，是复制选择性贴上？复制选择性贴上，告诉各位，第二天最后我们会考试，考试不是为了把你考倒，答案绝对不会请你选复制贴上就对了，听得懂吗？绝对不是选复制贴上，一定是教你。就是除了复制贴上以外的技巧，这样子的话，包含连结的优点就是来源资料改变，目的资料跟着改，可以哦。我刚刚只是做一件事，第一选到这个表格，然后呢，滑鼠右键复制。第二做什么事情？到 PowerPoint 的这边，这边你不能用滑鼠右键哦，不可以用滑鼠右键。好，因为太多同学问过了，等我哪一天到微软公司上班的时候，我会去请问，在规划这个 PowerPoint 的软体的人，为什么不写右键选择性贴上的功能？好，那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你要选常用底下的贴上，选择性贴上，而且记得是贴上连结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选择性贴上。
好，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说 Word 这边可以修改，但是 PowerPoint 的这边不能修改，他要做内容的修改，不应该在简报这边修改，因为你的来源处修改才有意义，而不是目的这边修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别人做一个文件，别人做的文件哦，我可以引用，但是如果你修改，你必须要通知对方。好，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有达到就是通知，了不起是共用。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，在这个地方不是为了要请你做修改，你可以修改，例如说可能是设计性质的修改，但是当你一更新资料的时候，例如说假设在这个地方我输入 123， 然后把它存档，把这边东西内容存档，它可能到时候又整个会恢复原状，反正原则上来源可以做修改，没有人去修改目的处的内容，这是没有意义的，内容不要修改哦。那你如果说要改格式没有问题，好，改格式没有问题，请你切记，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，举例来说好了，我今天我做大数据分析，我做资料分析，可是假设我今天我是要统计那个例如说交通好了，那我可能就是例如说闯红灯的记录有多少笔，我要去做这样子一个大数据分析，可是我不是创造资料的人，可以了解哦，所以那些资料笔数不是我这边能够去修改的，你应该是要随着某一个单位，也许是交通管制单位，他去把资料做好，他一做资料更新，我的大数据视觉化图表整个直接更新，可以了解哦，绝对没有人在目的这边做修改哦。好，如果您真的一定要在这边做修改，那你一定要先拿到这份文件的修改权。好了，那假设没有文件的修改权，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做复制选择性贴上了，所以这点要请各位记住，因为这样就丧失了那个资料来源修改目的跟着修改，不可能目的修改，这边假设我把这个123删掉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看哦， PowerPoint 这边快点两下，它是直接跳回来 Word 的，再看一次，现在我们是不是在 PowerPoint， 我这边我要修改内容，快速点两下，我是跑来这边。好，还有一件事情哦，就是假如说我现在是不是复制哦，然后接下来我到 PowerPoint 的这边，对不对，新增一张投影片，我游标放在这个地方，这边没有选择性贴上嘛，所以假设我今天做贴上，假设我今天我做贴上，我是很单纯做贴上这件事。好，因为 Ctrl 加 V 是贴上，不是选择性贴上。你有没有发现这边贴上有这几种，还有选择性贴上，所以意思就代表说选择性贴上不等于贴上。好了，我想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。